右脚上步，右手随左转身135度插步，向右后侧上方劈剑，左手至左额上，左脚上步，右手屈肘向下，左手接剑，右手随右脚上步，左转身180度至头上方，云剑至左臂后，右脚屈膝坐莲下蹲，右手至右额上。转身插步斜上劈，上步接剑，上云坐莲持剑。